另外，在社区新闻方面，大型创业融资节目《创赢未来》第二季将于十月六日晚九点三十分在凤凰卫视美洲台正式开播。《创赢未来》是由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，市人才办、人社局、科技局、金融办、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承办的大型创业投资节目。 节目旨在为创业者创造展示和融资的机遇，帮助有创业梦想的个人、优秀的项目和企业在苏州落地成长。《创业未来》自开播以来广受欢迎，第一季节目共帮助二十六个创业项目当场获得意向投资。二零一八年四月，《创业未来》第二季正式启动，持续为创业者搭建服务平台。 两年来，累计达成意向融资共九亿元人民币，对苏州市人才强势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创意未来第二季面向海内外征集优秀创新创业类项目，吸引了来自中国、北美、韩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在内的全球十二大赛区高层次创业人才齐聚苏州，为梦想奋斗。 节目特邀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、莱克电器董事长倪祖根、科沃斯机器人董事长钱东奇、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志祥等数十位企业家、商业领袖作为嘉宾评审，共同助推创投新势力。日前，《创赢未来》第二季登陆北美，由凤凰卫视美洲台独家播出。 节目将于二零一八年十月六日起，每周六美西时间二十一点三十分播出，敬请关注。届时，节目也欢迎优秀的创业项目及人才报名参与。